你说什么你说我，然后我就装听不见。哎，这个你对他的这个打扮什么满意吗？为啥不乐意跟他出去玩？为啥？你看这头发，我俩像亲兄弟。沙老师别捂脸。就不说远的，说近的。刚才在后台化妆的时候，方老师，我还以为你领弟弟来的呢。哦，高跟鞋第一次穿吧？其实我也可以打扮成这样，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平常穿那些衣服，或者是平底鞋呀，或者是就运动衫啊，我舒服呀。嗯，就平常不工作的时候，就可连妆都不化。还说工作呢？嗯，是不是真是不工作，天天搁家躺着穿睡衣。没有，他不工作啊？不工作，大学毕业给他找好几份工作也不工作。为啥？那是之前，这是高的进不去，低的钱挣钱少，不乐意去。人家有学历，什么学历啊？人家是文化人，人是大学毕业生，我不是。哦，男生女什么学历？我初中毕业。你呢？我大学本科。哦，也没有太高的学历。难怪你看你说话酸酸的，不带这样的。他总挑，他总说我没文化。我说话糙理不糙，这事儿也是对的。你现在是做什么的？我觉得你话说你现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就是，反正不念之后就是在酒吧工作。哦，你在酒吧工作啊？那你呢？我一开始我毕业了之后，我确实没找工作，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，后来找我，因为已经毕业了，而且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再花家里的钱好像不太好，所以花我的。我也不是花你的，我也跟你说让你帮我找工作的吧。然后后来我就去，这不工作还好，一工作去酒吧，我俩不是一个点下班。因为我喜欢唱歌嘛，我喜欢这个。他先唱完了，那你说。跟朋友，我说着呢。啊，你说吧。他先唱完了，跟朋友出去吃饭，又出去唱歌什么的。完我说去接他回家，他还不用我，说你出来干啥不方便。我说跟谁方便？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都能带着他，就我俩处对象，他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。这是为啥？我觉得他主要生气的就是我跟我的就是闺蜜吧出去玩，然后不把他们介绍给他。啊，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可能他们的男朋友就是要不就是公务员啊，或者是当兵的呀，或者是那种，或者是就做生意的那种感觉。就是然后我连我出去没有面子。倒也不是，我是觉得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把你介绍给我的就是特别好的朋友，而且我们在一起，他们也都不带男朋友出去，就是我们说一些比较私房的话，如果有男的在场，好像就说不出来。哎呀，行吧，哎，你那会儿追他是喜欢他什么呀？